主料：白巧克力80克，黑巧克力50克，辅料：草莓、食用银糖珠、彩糖粒、草莓糖粉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将黑、白巧克力分别隔热水融化，将白巧克力分出30克，拌入草莓糖粉调成粉红色，将草莓沾上一层巧克力，放烘焙油纸上待凝固后再沾上一层，再按创意沾上其他颜色的巧克力和糖珠等食用装饰。将黑巧克力液倒入裱花袋里，前端剪出极小的口，在巧克力草莓上挤出领结、纽扣、糖珠等装饰材料，趁巧克力还未凝固时沾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装融化巧克力的容器最好是小而深的，这样沾起来比较方便，而且也不浪费。二、操作过程中要注意时间的把握，巧克力很容易凝固，要在这之前做完所有装饰。三、所有的装饰材料必须是可食用的，不要为了追求效果而使用非食用色素。四、草莓要保留1/4的本色。五、放盒子保存，冰箱冷藏时间为1天，别舍不得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